这是我给你妈的惊喜永动机。拔下鸡毛，用纸板粘成翅膀，三个纸箱做身体，插上翅膀，里面用线连起来，帮纸箱做头，插根竹签，这里再粘根绑了线的竹签，放上头部，两个线中间绑起来，最后装饰一下。一会妈妈就下班到家了，等会你就……当当，多功能永动机，肯定是小喵。咦，这有啥用啊？有用，你看这是啥？鸡蛋啊！这么多年也没给你炒过啥好菜，炒菜机启动，嘿嘿。这还是台美甲机，来，别紧张，拧开机关。哎呀，这是绑定了我身份证的抵押钻戒，每个男人一生只能定制一枚，只能送给一生唯一真爱，就像这永动机，永远只对你心动。今天啥日子啊？这里面是。